中秋佳节唔少人都会边 BBQ 边赏月，市面亦有好多烧烤场全包宴，唔单止食物任食噶，连炉都帮你起埋。今次揾嚟三间冇限时烧烤场，等你两手空空都可以由早烧到晚。九华径是三间入面唯一在市区的，港铁站步行大概十分钟就到了，亦都有巴士直达附近的公共交通总站。不过就没有停车场了，要泊在附近的屋邨。小榄烧烤乐园就有旺角、荃湾、丽景等等的巴士直达，而且是唯一一间有免费停车场，比较适合揸车一族。元朗的隐世山庄的确是有些隐世，至于乡村入面，由西铁站步行大约要15分钟，而且亦都没有免费的停车场。虽然九华径交通方便，但缺乏玩乐设备，好像麻雀等等。除了 BBQ， 亦都只是有 BBQ。由于在市区，环境亦都属于一般。小榄除了可以租借大路的麻雀之外，亦都有飞镖玩，中秋更加有猜灯谜添，加上无敌海景，赏月一流。隐世山庄在乡村入面，环境就一般了，不过就胜在有超齐全的独立屋、电视、唱 K、自动麻雀台，仲有得笃波添，宵夜食顺便走出户外开 party 一流啊！三间都是用自助式嚟取烧烤食物，大路款式好似牛扒、猪扒、鸡扒都有齐。九华径就有比较少见的长洲大鱼蛋、羊架、猪仔骨等等，酱料款式多，适合重口味一族。小榄就有大量肉类提供，但系鸡翼都有8款口味，不过番薯、棉花糖、菠萝等等的小食就要自费啦，其余两间都是免费提供。隐世山庄的食物款式最有心思，有不同种类的串烧、芝士蘑菇等等，亦都是唯一一间有提供虾的肠。唯一一间不收开炉费，炭都任你用，不过价钱只是包一罐汽水或者水。这间开炉费要60元，包两包炭，包一罐汽水和一支水，价钱是三间入面最便宜的。这一间价钱虽然是三间入面最贵，开炉费50元，炭任用，但就有任饮，不用顾虑饮品问题，都算不错。不过中秋节始终都好多人 BBQ， 三间都可以 book 或者 walk in， 拣中边间就要快啲行动了。